这是一个处处活跃着创造、生长着创新的时代。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声清晰可闻，蓝图已绘就，奋进正当时。山东腾越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创新、发展、共赢为牵引，引领吊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。携手腾越，共创未来。山东腾越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高唐县经济技术开发区，占地30亩，下设2个租赁公司、3个建筑机械销售公司。公司专业从事高处作业吊篮、高处作业升降平台的研发生产，产品遍销全国。10年坚守与专注，腾越机械打造了技术领先、工艺精良的建筑机械行业品牌，一项项代表工程、一座座地标性建筑，镌刻着腾越机械崛起的征途。大道至简，天道酬勤，铅华洗净，始见真金。作为专业建筑吊装设备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，山东腾越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确立了做砖、做精、做好、做久的既定战略。从创业的第一天起，公司就瞄准国际一流产品，坚定走引进、消化、再创新之路。腾越机械已成为国内行业公认的绝对技术派，无可争议的在产品前瞻技术上引领国内行业与国际先进技术同步。公司将以先进的技术、优良的设备、科学的管理，竭诚为国内外广大客户提供省时、省力、省钱、快捷、方便的优质服务。展望未来，腾越要与业界同仁精诚合作，携手并进，共创未来。